大家好，我是千鸟，今天要为大家带来的是《刺客教条：大革命》。再来，下一个，这个好了，《科学之手》，四颗星哎。没射中，不过死亡转角还是可以发挥效果。自从那个枪可以连发之后，我就比较喜爱它了。西蒙·马塞尔教授浑身是血，脸和手都有严重的灼伤痕迹，除此之外，他的脸还有许多碎玻璃片。成就达成，一分钟内杀掉十个人。一分钟杀十个人，咋？那我知道，之后来计时看看，顺便数数我杀几个。一般属于圣康姆教堂，位于富尔街49号的圣经。书的前面几页有一个写手印，书里面还有一段潦草的手写文字。马塞尔先生，快！悔过吧，在你还活着的时候悔过吧。有人因为他做了什么把他杀了？应该是这样，被女巫攻击了，被女巫攻击了。皮耶的化学测验没有通过，不过最下面写一行字。我们应该再来谈一次，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不可失败。快来找我。测验是什么测验？一道血迹因为干掉呈现暗棕色。这是黑色吧？哦，因为鹰眼的关系。Shocked. He was quite meticulous, but I didn't mind. He'd even given me lessons last night. Professor Marcel was cold, but a kind man at heart. Professor Marcel, he was so strict. I'm sure his office mate, Professor Frisson, is happy he's dead. I know he is.另外一个学生觉得他太严格了，这个学生一定只想要学分而已。燃烧药水，怕。还有一个线索，莱昂内尔的化学测验几乎满分。哦，测验分数不好的是你吗？那分数高的喜欢教授，分数低的不喜欢教授。I'd often hear Professor Marcel and Father Caraveau arguing in the street. I did notice the professor was working quite late on my walk home past the school. The candles from his office were lit. 他有跟人家吵架。啊，你怎么说？他不能说话。
这个人不能说话。But he kneeled before the devil and learned the price of his blasphemous teachings. He and his students, denouncing our Lord and questioning our holiest truths. 会不会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他就把那个教授杀了？他看起来好凶哦。再来说不定是要顺着血迹去找下一个地点，之前有过这样的事，我们来追随血迹一下。看起来要进到这一间房子里面，学校就这样，砸破的瓶子，因爆炸而碎裂，搞不好真的是女巫哦，燃烧药水。课程计划今天的实验内容，将硫酸混合乙醇来制造乙醚这种化合物，这是一种进行外科手术时非常实用的麻醉剂。重点，请各位千万不要混合乙醇和硝酸，不然会产生爆炸反应。该不会他自己混错，然后自己杀掉自己了？不可能，他没有自杀的选项。最后不会是学生害他？这张桌子上摆了多种化学药剂，标签写着乙醇或硫酸。不过上面最大的瓶子有点怪异，硫酸的标签是重新贴上的，而且没有贴好，搞不好真的是学生哦，那个过不了的学生。Just look at that mess. Such a shame. He was a good man. Always made sure to clean up after himself. Not sure how he roomed upstairs with that filthy Professor Frison. That man was raised in a barn.As a fellow member of the faculty, I'm devastated. As a friend, heartbroken. Professor Marcel and I roomed together for several years. We shared our offices. Of course, we had our differences, but I'm in complete shock.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杀了他的伙伴。哎，可以请你帮我看一下你们办公室的锁吗？我都来帮忙查案子，还要我自己开锁。这本期刊内有一篇由马塞尔教授发表的论文，他支持安多万·罗伦·拉瓦锡针对燃烧时所需要燃素的理论。看来他对同样支持燃素理论的菲森教授提出质疑。挂了一只办公室标签的钥匙。我们去这边看看，这应该是办公室吧？不，办公室应该是这里啊，这里才是卧房吧？啊，这里是办公室。一张纸片上面写了多种字体的硫酸。哎。办公室发现有人炼制血硫酸，
他大手写的清单列出化学药剂，应该是当天课程使用的盐酸、硫酸、电子秤、玻璃试管、硫酸阴密封。这是马塞尔教授写下的宣告文字。我以前也是个无视逻辑的年轻人，盲目跟随教会并任其宰割，但随着年纪的增长，我也开始接受科学，科学也让我从永恒的无知之中解脱。哎，我猜是他的同事。因为办公室的那张纸，所以我觉得是他。再加上他们学术上面有争执，我先去追追饭，如果没有意见的话我就选他咯。不是吧？那你觉得是谁？说不定是学生。好吧，我对自己没有什么自信，我相信你。啊，我猜这个学生成绩不好了，对不对？啊，好了，选同事。好学生，为什么是好学生？这个答案我不认同。As a fellow member of the faculty, I'm devastated. As a friend, Hart, the man was a coward who'd taken it upon himself to ruin my career. I'm glad he's gone.Yeah, 我对了。The years I've spent on my research wasted, all wasted. 反正想想谁会获益就好，好像挺有道理的。所以有时候不见得是获益吧。我就像你说的，这个刺客的案件都要想单纯一点。Quite the experiment, wasn't it? Best not to mess with chemicals, I think. Pick a weapon. Quit bothering me. I 拿到什么短散弹枪哎？看一下案件摘要。菲森教授与厄斯塔许。盖瑞化学学院的化学系任职时，在马塞尔教授底下帮忙了许多年。马塞尔在预兆期刊中发表一篇论文，文中支持安托万·罗伦·拉瓦锡的燃烧时需要燃素的理论，并公开驳斥菲森教授的理论。而菲森隐藏在心中的嫉妒之情，则成为了这整件事情的转折点。菲森几个礼拜之前就已经发表一篇论文支持燃素理论，而他知道马塞尔教授是一个非常一丝不苟的人，所以菲森就拿了他隔天的授课计划，也因此知道了马塞尔在实验中使用硫酸做引迷的方式。虽然这是一种易燃的化合物，
菲森知道马塞尔在混合药化学药剂的过程一定非常小心，所以趁着马塞尔晚间授课的时候，把实验室里盛硫酸，盛装硫酸调包成硝酸这种会产生爆炸反应很不稳定的化学物质。他一直在学马塞尔的笔记，所以他也利用这个方法来调包瓶上的标签。于是马塞尔在没有注意到这个诡计的情况下，在课堂上引起了一场小型的爆炸。他因为受了致命的伤害而撒手人寰。他死时手里还有一本属于圣康姆教堂的圣经。根据他针对教会牧师发表的感想，他的死似乎跟教会有关，真相越来越近了。哈？可是最后的犯人又不是教会。有蟑螂去刷牙了。你怎么会知道有蟑螂？你刚好听到熊在说。再来，我们来看这个好了。最好刚刚还有一个解多人的时候的资料。安妮·约瑟夫特·罗瓦涅·德梅里库尔，就是刚刚跟我们一起战斗的女生，她是梅里库尔的安妮·约瑟夫·泰尔瓦涅之女，是个不成功的歌剧演员。他在巴士底监狱事件后短暂地加入了革命运动，并参与了凡尔赛妇女的游行。当国王被迫戴着象征革命的帽子时，他还在人群中。梅里库尔在人群中相当突出，他身上总是穿着骑马装加上男人的帽子与手枪。在革命初期，他经常参加国民大会，他会从画廊观看，并跟着国民大会从凡尔赛转移到巴黎。梅里库尔在1790年离开了巴黎时遭到奥地利人逮捕，随后被释放。他于1792年回到巴黎，并迫切地要加入革命事业。被逮捕的事情增加了他的声望，也让他被邀请到雅克宾俱乐部。他成为布里索与吉隆托派的热情支持者，这也是导致他在1793年被一群雅克宾派给袭击。这宝箱还是要拿一下，因为说不定有装备。好吧，一千法郎。这次有80公尺，以同伴任务来说算远的。
晚餐。今天我们好像做了很多任务哎，效率不错。居然没有路。传奇护甲呢？传奇护甲还没有解开，差一点点吧。我现在还有。这边的都剪掉了，剩下应该在这一区吧。嗯，对，剩一个，剩一个我就可以拿到传奇护甲了。啊，不过明天也很顺的话，说不定明天就拿到。This is most bothersome indeed. I simply cannot leave without them. I am the Comte de Cassini, until some months ago the director of the Paris Observatory. The National Assembly meddles in everything. We must flee to the countryside, but I have foolishly left several celestial observations in the observatory itself. It would be ever so delightful if you could recover those.这不难，交给我。对啊，我快拿到了。明天不知道能不能看，不能看就看记录喽。我要有人看才有人聊天。加油去！我觉得我好像曾经杀进过这里。对啊，我曾经杀进过这里，应该是为了。那个星座的碎片吧。啊！我要忘记解除警钟了。这两个是在上面。能刺杀吗？居然不能窗台刺杀！那个枪面的姿势好奇葩哦！妈，那窗台刺杀就这样喽。
好痛啊！不痛啊！早上五点我就有诗句可以用了，这么好，你去办的，可是你换手机。Hold it, a word citizen! Ha! 可恶，被他发现了，他们想要偷偷来的。那我知道死守这个警钟了。免费平行转移，可以这样哦？为什么？看来有个闪亮亮的东西，不是？为什么可以免费平行转移啊？These observations confirm several of my ideas. My husband means to say thank you for your much needed help. Let's quit this city, my love, while we're able. Ah, you can 快安心逃命去了，亲一个。再来，校长。应该是因为你是 Sony 的用户，是哦，这么好。枪击杀你！You cheated. You took too long. I love you.